今天四个好朋友、好兄弟一起来爬山。等下爬完山了，就去吃一顿好的，这样才会比较对得起自己。看到我们来的，哇，已经在上面等了，我们爬山累了就休息。车大炮，车大炮，这样的爬山是没有压力的啊、哦！有谁有兴趣要来一起的，可以来。来到大自然，人特别特别舒服，轻松轻松，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。爬一下，停一下，哎呦，这种爬山哪里会有压力？就是真的来放轻松而已。停下来，又车大炮了，又聊天了。终于爬到我们常常休息的地方，他们还在下面上着来。这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。好喘，好喘啊！到了我们的休息站，嗯，下山喽！下山要去找吃了。我们今天我们要去醉香楼，这就是爬山的日子。下山等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慢慢在行，看到吗？下上山容易，下山难。我们终于下到山底了，现在要去吃午餐，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想去那个奥马里吃，去醉香楼吃，醉香楼吃它的好料。爬完山下来，我们去醉香楼吃饭。醉香楼，醉香楼不知道什么好料。我们来醉香楼吃饭。醉香楼，要了一个加利鱼头，一个芋头扣肉，是那边拿手的。醉香楼的环境不错嘞，这里，快点，环境很好。它这里方式是来分饭的啊，每个都要饭。可以啊，还有没有啊？知道了，进来。嗯，吃了几口，很不好吃哦，不错，好吃好吃。我最后总结，它这个嘛很好吃，这个更加好吃。这个家里呢？就是那种比较淡的加利鱼，不太适合我们。吃到干干净净，你讲好不好吃？哎呀，肯定是好。吃饱了还有送芒果嘞，那芒果是送的送的。吃饱喽，回家回家。那边东西不错，好吃。